男性不孕主要包括呢，就是一个就是精液的异常，那么精液的异常就包括精子的数量，还有精子的运动，我们就说的是有没有少精、弱精，再一个就是有没有这个畸精率，那么这是男性不孕的一个精液方面的问题，再还有就是心理方面的，就是引起性功能正异常的这一部分病人，它会导致不孕，那么还有就是先天性的问题，那么有先天的，就是染色体发育异常的，比如说克氏综合征，它是多一条 X 染色体的这部分男性，他是没有精子的，那么这是男性不孕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。那么对于男性不孕的诊治流程很简单，我们首先呢对男性呢进行一个精液的检查，了解他的这个精液的浓度、精液的活力以及它的液化的时间。以及它基金的这个数目，那么这是可以初步判定这个男性他的这个不孕的原因在哪里。第二个，如果是出现了无精症或者是严重的少弱基金症，那么我们会对男性进行一些这个进一步的检查，包括染色体、性激素、卵这个睾丸的这个彩超的检查，以及这个副睾和精索的一个。彩超的检查和体检，来了解他有没有静脉曲张或其他的一些问题。那么根据。